谢一路见证我走上这个舞台的每一个人，我想要一辈子、两辈子、三辈子永远做音乐。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，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，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比当下的这一刻更加年轻。我要弹我最爱的一把琴，你猜是哪一把？不是你自己的琴吗？不是，弹你觉得最好看的那把。你的琴里面我最爱的一把。我当时在想说，我这么拼了命，这么努力的花了一年的时间做了一张专辑叫《死线》，又花了一年的时间我们在筹备这个演唱会，这两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。可以的，你要调高吗？他就是这样转的，对呀。他基本上我就没有见他闲下来的时候，录完综艺之后直接就到我工作室里头，那种情况其实很多了。所以很多时候他就是下了飞机我们就直接录音棚啥的，或者直接排练室。帅了 Danger 哦，把他铺在底下，然后 Hold on Come back to me。 这段可以说，然后他说所有人怎么样，然后我们一起最后来一遍，最后一遍准备好了没有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。 One Two。 是在很多音响的设计上面就和一些普通的演出有点不太一样，然后资料也非常的少，然后我们就是要到外网去查很多的文献啊去实现，然后在这个花的时间比较多。这次全副武装，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了。每一首歌、每一个环节以及整个流程，可以说是，全程无尿点。我想要它刚柔并进，嗯，但是现在全是刚，嗯，没有柔的部分。OK。那我说柔的部分其实就也就是说 program 里面那些电子的部分，我觉得它是应该是柔的，我说的柔不是说它是飘在后头的那种柔，我说的柔它应该是没有那种毛边，但是同时你又能被大家听见的那种状态。我了解你的意思。太帅了这首歌，这首歌唯一的一个问题，对，拜拜。这首歌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太帅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很好的时候 ，OK， 然后这时候社会提出一个新的想法，然后我们会觉得 OK，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事情给突破了，那我们就会比很好再好。来，不用打开，再试一下。再试一下，不要和弦。好久不见。Hello， 老师好。哎。Hello。我们主要是下午的时间大家空出来了，姐，我们这边就是和声什么的，简单的舞蹈是不是跳舞啊？那简单的没问题。你要什么样的呀？大概就是问简单的舞感行。对对对，这首歌是特殊的。
水下到底是不是一下循环的。工作上特别的认真，他可以为了这个演唱会，然后就是推掉所有的事情，然后专心的来做这个演唱会。那所以我们这个合音的话，我看我听了一下，可能还真是要大家一起研究一下。对对。然后到时候会去棚里录吗？就是我是觉得，就是像我们挑几首歌，我们重点需要我们有一些想法的。几首我们自己设计一下，然后大概规划一个框架，剩下的一些歌你们就直接拿回去，你们编好之后给我听一下，我就 OK， 你们就直接自己录掉。好，好。然后剩下重点几首歌，我们重点去棚里录。行。这首歌就是所有最狠的招都往里头撒，往里怼。这首歌会不会太过？太狼狈。会有点过吗？就是我担心会让人觉得说孤注一掷的感觉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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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孤注一掷，就是第一段副歌爆一下，最后一段副歌大爆一下，不会太过。一会儿想给他们演戏，我担心大家会觉得说我们把所有的舞美全砸在这首歌，就是我怕这首歌撑不住。不会不会，因为也是最后了，你前面该秀的都秀过了。他在我眼里算是一个对舞台非常较真和执着的人，而他不同于我接触的其他艺人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，他是一个细节控。他可能从他的走位到灯光到舞蹈每一个细节动作，他抠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细致。阿Sir出来了，阿Sir名字这样，阿Sir头上会带一个路障，像僵尸一样。我真的好几个想笑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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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行。Wake up, wake up, 就是这么背后。Get up, get up, 那痛苦输的快乐。哦，帅帅帅帅帅！灯光一打，全场突然安静，我就知道，我准备好了。Let's go。热泪是最能感动你我的情节。